来一人。今天的来宾是我邀请过来的，可是她是我女儿，是我的宝贝儿，你的宝贝儿，我的宝贝儿，她是我的宝贝儿，我的宝贝儿。你等一下，她出来，我叫她宝贝儿，你看她的反应。等一下，我管她叫女儿，你看她反应怎么样 ？OK， 好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掌声欢迎你们最爱的云儿。